是你去香港，你要继续香港，为什么还得解说说到英国去了？那我们得看这些人，谁要来旅英国，看看这些人是什么人。我们有看到有小孩的刚刚毕业了，在香港呢找工作呢，每个国家很多有这样的。然后如果你说，哎呀，你不通过这个移民的方式呢，你到英国的英国去了，或者去美国去了，英国谁不然就小孩刚毕业，你国家没有工作呢？觉得有可能会有，但是呢，我们得好好考虑是什么样的那些移民，他那个是什么样的人要去移民。